其实是挺好的。你应该说什么大声点？答得很准。老师，好，接下来换线了。有开始抓到手感了，变得比较顺手。完美做的成品，很有成就感。我现在非常的兴奋，真的很兴奋，我看得出来。我知道他吓到了，因为我现在在这间店呢，就最近 IG 网上非常非常的流行，叫做兔绒枪地毯。哎，真的，我现在看过超级多人在做这个东西，而且它是从俄罗斯一直红到欧洲，然后再红到日韩，现在风靡整个台湾。我跟你讲，我全明星的好朋友。哎呦，你看。果果他们柔中啊，新体 Rico， 他们脚好漂亮哦，重点放错，他们在做这个超可爱，而且感觉超级好玩，因为现在真的很流行，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开箱这个流行又很潮流的东西。你看到我们这个背景，哇，超美，各种可爱到不行的颜色，对啊，而且它的颜色是真的很多，很多的选择，像是那个呐喊那个，对，然后它就是都是名画的东西耶，而且你看它有这种 size 的，也有这种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试出我们要做的图案了。没错，一二三，哒！哎呀，爱玩爱，超可爱的嘛！粉色的配色，结格。而且可是重点是它超可爱，但是我们两个人做出来，嘿，确定看得出来还会是爱玩客吗？哎，应该可以。好了，加油加油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请婉萱来帮我们。像我们现在这个是客制化的，因为我们是传照片给你，来帮我们投影在这个上面。那一般的客人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对，一般的客人在预约完之后，我们会在就是官方 LINE 上面讨论图案。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做简化或是调整的地方，我们都会跟他们讲。第一步要先画那个图，把图画在上面，就是把框线都先描出来，像这些我们要做的颜色框线都做。框线去描它。对。好啊，那木木你负责那个上面。客。好，那我来爱这边。哎，爱这么难？你可以，姐姐。好啦。哎，你好像蛮厉害的，你画的很直。你是不是小时候学画画？哎，真的还真的有，真假的啦。我有学过那种，就是那种水彩画，在龙潭。还要讲出来哪里？谁想？刘老师。那我们现在做这个图啊，最大可以做到多大？就是这个框做满90×90。哦，很大，对对对，整个框做满。对，整个框做满。这里上课真的很轻松哎，四个人就可以包班，老师也会详细的讲解如何操作这把簇绒枪。来看我跟木木第一次使用，效果怎么样？用力！这重量，这个枪很重，大概有2.5公斤左右。对，其实不会很重。刚拿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就是常常踩地下，但是会痛。两只手在平衡枪的重量的时候，不要只让后面那只手承重，应该就是要分散到前面这个辅助握把，这样会比较轻松，就比较手也比较不会酸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而且如果其实做大一点的时候，可以把速度调快一点。但是好歪哦，没关系吧？就哭吧，我就去哭，没关系，继续继续打，没事啦，再有老师在。对，所以他如果真的不小心。弄坏了的话，它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把它抽出来，因为它只是挂在布上，挂上去，所以是都有救的啦。是啊，有救。对啊，对吧？这个会流汗是正常的吗？是正常的，可能还蛮辛苦的。像这个健身，觉得很好睡。我怎么就开始流汗了？好了，这打完之后，你要试一下。酸的地方是哪里啊？好，是手这边，手的有一点哦，你可能会摸到我的手汗，有没有湿湿的？真的会流汗。咦，现在看默默的下手一下。什么意思？你是在工地是不是？你要定什么东西？工地。哦，其实挺好的。你应该说什么大声点？答得很准。你看，我们等一下的色块就是要用我们手上这个毛线，哎，它颜色超可爱，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很鲜明的颜色，很饱和，然后你看我这样撞色系。
开始有那种上色的感觉了。你看你这边，你看背面，其实你就会安慰到你自己。但我的为什么黑粉混在一起啊？黑粉因为两个重叠到了。你答的挺好的，我是从那边看蛮好看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有点才华。找到一个，找到我其他的小专长了。哎。好，你要来换线了。有，开始抓到手感了。变得比较顺手。老师，对啊，就转弯转向。刚刚很可爱耶，我们有点厉害哦。我蓝色打这么好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粉色也打得挺好的。哎呀，哎，绿的也不错啦。完美做的成品很有成就感，哎，而且这个毛超好摸的。就好了，我们还是要告诉观众，其实老师还是有帮我们一些忙啦。有点大些，就是要有老师的帮忙，我们现在才可以好好的完成它。对啊，婉萱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就是整个就拔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可以抠掉了吗？还是带回家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没还没，不要急，还要上胶，上胶之后还有一些后续，就是地板的那个底部要做粘合。所以它其实还是有需要一些细工。那那个东西是你们来负责吗？还是我们？对，基本上我们会协助，但客人是最后才会做修毛。修毛就是用剃刀把毛多余的毛剃掉。哎，好像蛮好玩的。怎样叫多余毛？例如这种比较长长的这种，比较长的，剃完之后它图案会更明显，会更漂亮。而且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俩刚刚其实算有点手残，对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老师其实都会帮忙。然后你真的没办法的地方，老师也会帮你，所以其实手残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。就是很推荐给这样姐妹一起来，然后做出一个我们都彼此很有纪念性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就要剪一半，因为你有一半在你的话。